然后比基尼有两件九九六。对。Hello， 不知道这个网络稳不稳？应该要嗨吗？你要进来吗 ？Hello， 开始喽，开始喽。有人吗？有人，有人。雅雅为什么要离开画面？没有啊，在这里。为什么看不到留言呢、啊？没有人留言。因为我今天只是试音。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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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。嗨 ，Hello。我们是 B Team。今天是很干。这边好像听不到音乐。如果画面静止的话，是正常现象。没有声音的话，而且这里听不到音乐，更干。那还是我们去拿音乐来放。拿一支你们的手机播，会太大声吧？就放最远了。怎么这么一个？是阿甘耶！哇塞！粉丝雅洁，好久不见。嗨。应该可以开始。100可以开始了。你们今天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主题？看得出来吗？我们的主题看得出来吗？看得出来吗？本配日，老师自己的老师。他今天是他说阿甘说他要走老师路线，今天我就走长辈路线。各位观众，我看一下，哎，他们知道要拿100块，对，就是指定的留言。哇，那你妈妈介绍一下今天直播的活动。今天直播的活动就是。分享加留言按赞两个抽两个就是可以送100块的coupon券。好，那你们好像可以开始介绍。你们要三个站在一起介绍吗？还是一人？我先离开今天。哎、欸，你们还没有说主题啊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那个主题薄荷绿跟薄雾粉。对，薄雾粉。然后我今天穿的是薄雾粉的，就是上衣，哎，不是，我穿的是薄荷绿，讲错，是上衣上面有绿色的，然后另外一件，你帮我拿另外一件，然后这一件它上腰围胸围这边是不能调整的，就是，我身上穿的这件是绿色的，绿色配红色的条纹，然后手上的是蓝色配红色的。然后它胸围是不可以调的，但是我穿起来有点松，所以里面我还有穿一件衣服。然后这边肩带这边是可以自己，他有看，肩带是可以调整的，然后后面的样子，然后它的下摆是伞状的。就是这件如果要加短裤或者是长裤都可以，然后我穿起来是到屁股的位置，屁股是摆的。好的，我介绍完了。下一位，我吗？碰我包。刚很多人问你的裤子耶，很多人问我裤子吗？裤子就是我个人 IG 一直在穿的，这是下礼拜的黑色长裤。然后上次 Peggy 有示范这件其他颜色，然后因为今天主题是绿色，所以我就穿了绿色。其实这款绿它是带一点墨绿色的，还蛮漂亮的，就是不用说怕会不衬肤色或是什么的。而且像有的女生会怕，因为这一款它料子感就是用比较有点透肌感的，那如果你不想要内搭的话，其实绿色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现在这样子灯光还会很黄吗？我要瞎掉了，因为灯光也看不清楚颜色。他是说雅雅刚刚拿的那一件哦，颜色比较正常了。好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吗？大家有灯光颜色的问题。那你衬衫有介绍完了？衬衫介绍完了。它是不是还有别的颜色？有啊，就是你那个佩蒂有介绍过的。那今天我就再穿一次给大家看。
大家都想要拿一百块换好换牙齿。我今天穿的是粉色的连裙，然后它是有点做鱼尾的鱼尾荷叶边，然后侧边有一个小开叉，然后还有很贴心有一个同色的内衣，这边看得到吗？然后它的纽扣是比较有质感的贝壳的感觉，这样。然后背后有松紧，这样穿起来会比较舒服。这个裙子也有黑色跟白色哦，除了粉红色之外，也有黑色跟白色的。然后我的上衣是搭皱褶的感，就是皱皱的上衣。然后它的细感，它的细节是有点皱皱的感觉。然后它是有点透肤的这个皱纹上衣。这种天气穿这衣服还蛮适合的。然后雅洁里面穿的是背心。因为如果你怕比较透的话，其实可以搭一件背心，或是搭就是它的 New Bra 也可以。然后它是有点微高领的设计，就是有点秋冬感，然后比较适合台湾的换季的这个时间，然后就不会太热，然后又有一点秋天的感觉。然后我觉得穿粉色好像看起来会比较有气色一点，所以我就比较蛮喜欢穿粉色的衣服。灯光有一点黄吗？嗯，这样呢？嗯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关于雅洁这一套，大家都想要拿 coupon。走近一点。然后走近一点，那这样呢？这件是有点稍微米白色的，所以会看起来有点黄黄的，是正常的。那我们换下一位。好，下一位。他们这样看得清楚吗？他们说有点晃，看可能要走近一点。这样嘞？嗯，这样应该就比较正常了。看一下。然后我现在穿的是，就是这一个礼拜也很多人在问的针织上衣，就是现在的天气穿其实蛮刚好的。然后因为有些人不知道里面要搭什么，其实他可以搭那个 bra T 或者是背心。然后它是有一点点宽袖的，这样，然后是就是蛮透的，所以如果不敢直接穿细肩带的，就可以直接穿长版，就是盖到肚子的背心。然后还有这个裤子是之前那个小织女的裤子，然后现在有在做活动，这是两件650。然后我153的高度穿起来就是到脚踝，这一件是有一点点喇叭裤。还喜欢秋装。秋装，对，这一件它的颜色蛮多，秋天的颜色还有卡其色跟绿色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黑色，还有粉色，还有粉色。这个可以去看阿甘的 IG， 他穿了很多颜色。然后看阿甘要去帮我拿其他的。他们都想拿很新品。然后这件袖子是做比较长的设计，所以就是有一种小手袖子的感觉，看起来就会比较可爱。对，这件真的蛮，因为我的手算长的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穿起来它是会盖到手掌的地方，所以如果你不喜欢那么长的，就可以把前面这边折起来。嗯，对，折起来是另外一种感觉，就是折起来的样子。嗯，然后还有这两个颜色是，他们说变黄了，都变黄了，还是很黄吗？这样呢，已经调很白，这样子的，这样有比较好吗？可是这样是因为衣服看不到颜色，这样就有点过曝。这个是白花。真的，我脸好像真的变黄金的，这样看呢，怎么办？可是不然我知道他们先看穿起来的感觉，但是颜色要以官网的单品照为主。对，是吗？还是我关一个看看？好啊，这样好像还是黄的，还是黄，嗯，但还是黄的。
床呢？他们说要靠很近。为什么这么滑？真的好，整个都是关掉。这样好像很滑。怎么办？还是这里吧。这个啊，它这个光很滑吗？还是我们外面的好？还是我们？我很怕地方。他都变芒果人了。黄黄还是黄的，他说如果这样近看就不会吗？嗯，他们说要很近看，那怎么办？现在的才是很好，这是可以调白光，我就想要看这个黄，这样子有黄吗？转个方向，转个方向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呢？有吗？坐着要对哪里转啊？这个，这边是白的。哦。这样子呢？好多了。这样子好像没有好，那重来。我穿的这个绿是绿色的，然后它其他的颜色它才有这些，就是什么色？咖啡色，然后跟紫色，还有米色。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个颜色，因为这个颜色对肤色比较暗一点点的人来说，好像穿起来会亮一点点，看起来的样子。然后再看一次裤子的样子，这是有一点点喇叭，或者说大腿这边会比较合。好，然后雅洁她现在也是穿绿色的，你介绍。穿这件是有点苹果绿的感觉，然后就是它这边有做有点公主袖的感觉，就是一点点不一样的小细节。然后这件的的很多颜色有，就是你想要比较米深一点的就有紫色的，这个就是蛮甜美的。然后或者是比较成熟一点的红色系，还有蓝色系，就比较内敛一点的感觉，看你喜欢怎样的风格。然后我觉得这就搭起来就是很清凉。大姐里面是有穿背心的吗？我里面是没有穿背心，我只有穿一个 bra 而已。就它其实不用加背心，因为它不会到很透。然后如果比较担心的女孩，就还是可以像雅洁一样穿 bra T。就是它其实这件，如果你搭白色，又会有不一样的感觉，会变比较甜美一点。然后我现在想要自信一点，所以我就搭卡其色的下身，就是比较休闲一点的感觉。那我们现在换下一位，我出现了。这个呢是这次官网少数的几个洋装，然后我现在身上穿的是绿色，就是薄荷绿的感觉。然后这款的话，它有三个色，简直尴尬都不行。它有两个色，哈哈哈哈哈。对啊，然后它这一款蛮可爱，它是用那种木纹的圆扣，还蛮特别的。雅雅几公分？雅雅几公分？153，来来153，嗯，今天很好 MQ， 对啊，对啊，比较就是小成熟的感觉，对啊。然后像它扣子也蛮特别的，是选有点琥珀扣的感觉，看得到吗？对啊，来来153哦。想要看阿甘绑带的绑法，要绑给大家看吗？哦，可以啊。像
这个一般基本款，你也可以就是绕过去，它就会在中间这边。现在阿甘示范是第一种绑法，对，一般最简单，你可以在这边。可是因为我喜欢绑有点造型的感觉，然后像有多达，你也可以塞到后面也 OK。然后像我自己会喜欢把它打一个结绑起来，其实就是打一个单起来，还蛮简单的。然后就打一个结，然后这边转起来。那就好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然后这里这边有口袋哦，很可爱。它算是比较直筒的版型。嗯、材质是硬挺的吗？是说这件吗？洋装的话，它是。有点偏硬挺的吧，然后它有一点点弹性，像很多客人都很害怕棉麻会很皱，可是因为像这块布有特别选有带一点点弹性的，所以它不会像一般棉麻材质，那很容易坐下起立就会很皱，这款是还好。好，什么问题吗？这件穿起来感觉很高，很高吗？真的行啊。应该是蛮高的。雅洁刚刚的长裤是，雅洁刚刚的长裤是十五。我可以先。好，我擦波，我也是粉红色。好，对，因为是。薄雾粉，薄雾粉，就是，可是我的其实是有点桃色，桃荧光，但是有点荧光色，因为我刚好穿了这一件，然后我就想说我也可以擦播一下，因为我觉得在那个就是接近。快要寂寞的时候，其实就很适合穿一些亮色系的上衣。然后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我很喜欢在就是穿那种有点防晒的款式。然后就是它是这种就是比较不修边造型的，对。然后在冷气房的时候，或者穿短裤，就是它搭配牛仔都蛮好看的。然后这个是 AA 的那个韩国制作的牛仔裤，然后现在。韩国制作牛仔裤都有，都有限时折扣890，就是只要是韩国的 PS 系列都有890。然后我是穿 M 号的，然后我很喜欢这个宽松材质，因为我这个后面是做那个，就是有这个造型绑带设计，对，就是有一点点设计可以。把头发绑起来的话，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点。对，嗯，然后觉得，因为这个眼镜是好像它是剩下，就是最后的预购数量，然后我就觉得它配荧光色的都蛮好看的，就它配短裤也蛮好看，或者奶油裤也蛮好看。然后它是做宽宽松松的袖子，对，就觉得这样子好像是很休闲的穿搭。然后我这个是薄雾。粉加荧光粉，荧光袍，然后我跟雅雅身上的就是薄雾粉，跟我是蛮有落差的，因为这样不太相同。雅雅的大灰，大一点点。对，然后我就是真的很夏天，就是适合一看就是要去海边玩，对。然后我这个穿的也是这礼拜的洋装，然后它是有一点点泡泡格的感觉的。我穿的是粉红色，然后拿黄色的给大家看，它是有一点点这样，就是有一点点皱皱的，应该看得出来。然后它的领口是，它是做宽肩带，不可以挑的。然后领口这边就是会有一个方形的领口，
然后这件其实有点长，因为 我穿起来已经到脚踝上了，这样。然后它的胸围这边是做松紧带，这边。可是这一件有一点大件，所以如果比较就是再瘦一点的人，可能要看一下尺寸，因为会这边会有点松，就是胸围的地方会有点松。就是它虽然是整件是松紧带，可是它没有到真的很包覆。所以如果会很低胸吗？应该是有一点点，因为它肩带不可以调，所以如果你自己想要再高一点点的话，可能就要拿去给阿姨改，就是再把肩带弄短一点点。然后鞋子是15，对，然后。然后穿起来下摆，就是因为它松紧带只有做到腰围这边，所以下摆会变有一点点散状的，就是会飘飘的这样。然后它是没有内里的，可是它其实不会透，因为它是有一点点厚度的面料这样。这粉色很可爱，但是我是喜欢黄色，因为黄色看起来，因为我自己比较会穿没有那么女生的颜色，然后黄色的穿起来是像这样子。然后换雅洁穿，也是她雅洁她穿的也是粉色的，然后是蜜桃粉。然后我这一件是本周的前五，就是还蛮热卖的款式。然后我觉得它很特别的细节是，它的纽扣啊是有点珍，它是珍珠的纽扣，然后是有点公主的感觉，就是跟以往外面的那种纽扣都很不一样。然后侧边是有一个公主蓬蓬袖的感觉，就是你比较喜欢女生女孩感一点的，然后你就可以，这件好像就是还蛮适合你们的。然后它还有另一个颜色是紫色，也是很甜美的颜色，就是这两件好像都很可爱的颜色，然后都可以包色。然后这个里面是不用再加小背心，因为它这其实就是不会很薄，就是不用怕说如果再加一件就会很热这样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关于雅洁今天穿的上衣，想要问长裙。长裙是搭配。那我们换下一位。还用餐。薄荷绿的话，还有这件上衣也是这次薄荷绿的主题之一。然后外套的话是这礼拜的，穿好给大家看。然后对裤子是 PS 牛仔裤，现在官网上面有在做优惠活动，是一件890的。然后 PS 系列的话还有两件650的，大家可以赶快去抢购。然后先讲外套好了，这件的话跟上礼拜直播穿的又有点不太一样，它磅数稍微再厚一点，再挺一点，蛮适合像现在就是换季的时候做穿搭。袖长的话也蛮够的，然后这蛮可爱，是它这边啊都有做一些些破坏，然后这个袖口的部分这一块也是做的比较高，感觉比较复古一点，比较可爱一些。它蛮多小细节，像领口啊跟这边都有去做刷破的设计。大家有什么问题吗？后面的话是上站。上衣的话还蛮舒服的，上衣的话是我们 MIT 自己开发的布料，然后它是也是有带有一点薄透的感觉。然后这次的话还有这两个颜色也都蛮可爱的，就是在换季的时候做选择都还蛮不错的。材质的话是棉料的，然后
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，有一点点透，在灯光下，还蛮可爱的。然后这个美色上面都有做不同的配色，讲一下裤子好了，裤子现在买真的很划算，是一件890的奶油裤，之前那一款韩国制作的。然后裤长的话，我穿起来大概有一点点八分吧，我165。今年好像都没有出刺绣款，你说 T 恤吗？嗯，之后陆陆续续会再推出。蜜桃色，然后想说它可以搭刚才介绍的米色针织，就是如果想要穿比较知性一点点的人，就可以选这种比较浅的颜色，让它穿起来的样子。可是这样，如果要选这种蜜桃粉的，我觉得好像肤色比较偏黑的人不能穿，因为我这样自己看好像它有点融在一起，所以如果肤色白的人就可以选这种蜜桃色的，就是穿起来会皮肤会更白。然后看一下，而且你这样搭好像有点微性感的感觉，若隐若现。对，因为我里面只有穿服装。这件短裤花花主编在小杂志里面是穿黑色的，然后一样是配这件上衣，就是有一点珍珠奶茶的质感穿搭。嗯，所以它的布料其实有一点点花缎面的感觉，然后它是很软，就是比较偏软一点点的材质，然后这边两边有口袋，然后想看质感点点透支。你有穿那一件吗？我的救星来了。点点透肌上衣可以，你拿一下点点透肌上衣，雅洁去换给你们看。这次的话，还有这一件 T 恤的话，它是可以当洋装穿的，因为像我165。穿起来的话是有盖屁股的，这件很可爱，这件算是一个遗珠吧，而且这个印花也还蛮精致的，像简单的话这样子做搭配也很好看。发生什么事？想看碎花洋装，碎花洋装可以看昨天的直播，黑迪他们都有示范，是昨天吗？是礼拜二，礼拜二的直播。想看立体格纹那件上衣，立体格纹哪件上衣？立体格纹是刚才雅洁穿的那一件吗？哪件？大家都要拿100块。好，然后再讲一次，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就可以获得100块的酷碰券，然后抽两个人。对，抽两个人。立体格纹是这一件吗？不知道，是吗 ？Hello。这一件如果是这一件的话，刚才雅洁有想看更多联名，下礼拜。是什么？会先曝光下周联名吗？
我真的很想给你看。我去，可以吗？我问一下。现在留言加分享就可以获得100块的苦碰券，然后我们会抽2位哦。然后现在在官网上，我们的牛仔裤又在做折扣的活动，大家可以去逛逛。嗯，下礼拜的东西，实在是太紧张了，灯光好像太亮。是什么？想问 UR 联名只有 T 恤吗？这可以说吗？不能说，现在还不能说，但我很想说。那锁定你 IG 你会说吗？现在开放联名的问答时间。可是问的不一定会跟你们说。阿甘几公分？身高吗？165。165。还有什么问题？想看，我想看阿甘手上的东西。刚刚已经曝光哇！对，我先问一下 ，Cindy 说我们超保密的，我们真的是忍耐很久。我们有一个群组，然后都一直互相提醒说不可以，不可以说出来，一直在叫大家忍耐。对，一直忍耐，说不能说，一直忍到现在。可以打开吗？可以啊，几时出？出什么下半联名吗？下一半，下一半啊！真的？阿甘现在应该忍不住了。很可爱耶，这个很可爱。然后另外一面，噔噔，近一点，近一点。哇，好可爱哦！我好像白痴了，我的这个企划真的是它酝酿很久，大家要期待一下哦，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这次的企划，因为我们花了很多心血，我哭了。哎，现在还不能哭，现在还不能，你是眼睛干吧？眼睛有点打太亮，卡那么毛。对 ，Cindy 说是9月13，没错没错，好厉害哦。对，其实大家，因为其实有很多媒体都有发那个有新闻出来了、嗯，就是你们去 Google 新闻应该都找得到线索。求阿甘 IG 账号，有人要你的 IG 账号哎、欸、STAR 不知道什么69963吗？96532659，哇，好厉害，好厉害 STAR 2659。客服可以帮他 key 他的账号吗？STAR 2659。阿甘很乐意帮大家回答问题，因为他连那个轻的问题都要回答，他很仔细回答大家。连说什么？联名是甜甜价吗？不知道了，不知道。你不要什么意思？我真的不能说，真的不能说。不知道，哎、欸，有人叫我哎、欸。对，这个师承哇，干嘛？怎么这么尴尬？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，真的。但我觉得很值得追踪了，因为阿甘还会很认真穿每一次的新品，然后跟很详细的介绍，有时候还会一次穿很多个颜色。如果找不到阿甘，他就是去拍穿搭。对。好像可以那个。好像你好正哦，对啊，我好尴尬的，好了，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？阿甘穿什么都很好看。哇，你是谁？我要记起来。因为可以说，因为他穿不好看都不会po。对，要选对衣服穿。哎、欸，谢谢谢谢客服。哇，好棒哦、欸！可是好像没有底线，没有底线吗？谢谢。查无此人、啊。有底线吗？没有，没有底线。没有底线哦，我自己的都不知道。没有底线。
然后再提醒一次那个 PS 的活动，真的很多好看，大家可以上去官网看，有2件65折的跟1件特价899的。对，然后好像除了丹宁之外，还有那个比基尼。哦，对对对，一件才400多块，不到500块，真的很。之前想要包色的，可以趁现在赶快包色包起来。对，有人追踪你。哇，谢谢。然后你们，发现很无聊吧？还自己讲，发现很无聊。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私讯阿甘。然后我看心情吧，看心情。好，那我们应该没有问题要问了吧？今天的直播算是试营运。对，我们今天是试营运，不知道。因为第一次在生意好吗？钱包生意好吗？今天是一个全新的时段，然后我们还在试营运。如果反应热烈的话，我们就会固定在礼拜四的晚上5点半直播。嗯，好啦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他刚闪了一下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事？是我要讲吗？没了，没有了，就是留言加分享。对，直播结束，赶快赶快，拜拜。然后下礼拜一有新，下礼拜一有新。好了，好了吗？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到底要摆几次？要怎么按掉？按完成，完成。